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孙楠这一期，他依然还采用了这个非常典型的延拍啊，节奏的自由表达，这也是他的精彩之处。这一期的孙楠表现非常好，音准是真好，孙楠节奏处理也非常的精彩，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失误啊。但是呢，在中间转调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们一会儿再分析。我们先来听啊。下一步，爱就会分身，碎骨。其实第一句它的节奏就在变。他的节奏都是很稳的，他每一拍就不管怎么变，他的强拍都是抓住的。就是我们在音乐中处理节奏啊，有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找节奏，你把不是你要找节奏，你要找重音，重音是很重要的。我们在音乐里面是有强弱规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音乐它远不只是声乐啊？很多人在听音乐的时候，除了听人声啊，除了听声乐技巧之外，别的一点都听不出来了。其实节奏、音准，你看这些细节的地方，这都是音乐非常内在。也等了六拍，大家听出来了吗？这个地方啊，
其实它是一个移调，这幸福应该是到这个哒，应该是对乐队的伴奏是升 key 了啊，我们有网友听出来了，你看耳朵还是挺好的，升它升调了，从 D 调移到了降 E 调，它往上移了一个小二度，就是移了一个调。这个时候孙楠的这幸福应该哎，至少得往上移上去，他至少得移两拍三拍或者四拍，就是等于是要跟着乐队一起把情绪人声推上去。但是呢孙楠往上移的时候，这幸福他这个往上移的那个小二度到 E 到 F 的那个 F 那个音，他出来了一点点就马上收回来了，收掉了，没有持续了啊，就可能是处理上失误了，或者是没控制好啊，所以你看他腼腆的一笑啊，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失误了，所以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听出来这个地方的他的一个处理上的衔接上的一个不连贯，中间断了，断了以后，但是这个最后的后面移完调以后，那个高音他抓回来了，你看厉害就是厉害在这，他后面没有失误，所以你根本就听不出来他这个地方有失误了，大家再仔细听啊，大家。是吧，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我觉得它是在音乐上的一个处理的失误啊，这是音乐上的处理啊，不是声乐上的处理，声乐上它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它收了就收了，没有问题啊，其实它这么处理你说它错了吗，它没错，我反正我这个地方歇下来了，转调乐队在转调啊，它转好了啊，我人声不跟我可以不跟的，但是呢人声要是从这个调小二度推上去，那个效果它肯定会更好啊，这就是音乐上我们能不能够捕捉得到，这就是我们对音乐的一个理解，好吧，这是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它后面又回来了，后面抓得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以至于很多人根本就听不出来。爱总是何处啊，他 so fa mi re do， 哎他把旋律变了，原曲是 so so do do re re mi so， 啊他到了高潮，我的滴答滴答滴答啊，把这个 so 翻高了八度来处理，这个是原曲是没有这么处理的啊，而且呢这里面他节奏也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细致的变化啊，你看音乐在啊非常丰富的在变，哎他的人声啊，张力一下上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对比啊，这是音乐的变化，这种音乐的变化才是舞台上的一种生命力啊，所以说你看孙楠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听后面的这个音乐的层次，乐队在往上提升，人声的力量也随之而起，这里面的节奏叭叭在切，孙楠的这个律动抓得非常好，全是个音乐卡。
南在最后一段升调以后，他的人声、他的情绪，他全部都是随之而动的，随之而提升的。所以说我们从孙楠的音乐中没有听到就是那根绳子在拽着他，在绑着他，但是在那英的身上明显的就有一根绳子在绑着，就是转调了，他音是上去了，但是情绪是不展开的啊。上一曲搁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这一期他也是灿烂的你，我没有听到灿烂的这种感觉，而感觉听到的是枯萎的感觉，感觉这个你缺水了，那是那英啊。孙楠情绪你看力度啊，音色你看到后面升调以后，他的音色那种亮度、那种舒展性、那种力度全部都上来了。所以说孙楠在音乐的表现上，他不仅是声乐表现的好，他在音乐上也都表现得非常好，这就是孙楠的可贵之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音乐要普及，就大家对好的东西不认，所以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这歌手这个现场这么一唱，谁是仙谁是妖，那马上就露出来了。孙楠就是个仙，就是我们华语歌坛的一个仙，是我们华语歌坛的一个宝啊，大家要珍惜啊这样的歌手。